啲人好似冇之前咁熱情啲，有好多人好似已經忘記咗呢件事。頭先同啲街坊講笑話，不如我哋同梁振英攞申請攞翻條路。自從金鐘俾翻條路，啲車行啲口啲空咗幾種，啲車又嘈。我想到这边住，就是建林不知道有没有帐篷，长久一点，不是用暴力啊，这样我看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一点。我哋做啲咩嘢咧？而家即系我哋叫后占领时期啦。就點解叫後佔領呢？就覺得個運動都未完嘅，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，唔同嘅組織喺度做緊唔同嘅嘢啦。咁我哋只係延續翻，即係覺得個佢喺廣場裏邊呢一種嘅學習經歷咧，其實都幾有趣啦，亦都幾有意思嘅。譬如你你係耕田嘅，你又要識得你係去搞啲機器，或者識得啲科學知識。調翻轉，你係做開努力勞動嘅。技術官僚，你都需要去落田或者去耕田去做一啲嘅體力勞動。我自己就冇上大學或者係讀一啲好專業嘅科目去認識政治呢樣嘢嘅。咁我覺得呢啲平台就會可以令到我機會去接觸一啲專業知識嘅人，就可以有一個地方去學同埋聽。咁同埋呢個都係其中一部分嘅聲音啦。咁又可以知道一下其他社會上面嘅人原來點樣諗呢一件事。身邊有好多人佢都未必會留意噶嘛，佢哋根本連政府做緊咩佢哋都唔會理噶嘛，就即係政府俾啲咩落嚟，佢哋就會接受任何嘅嘢啦。哦，由第一日 keep 住即係出嚟就已經係決定咧，未爭取到呢個真普選咧就唔會放棄噶啦，因為係諗住喺呢度 keep 住我哋呢一團少少嘅火種，喺呢度嘅都係諗住喺呢度 keep 住呢團火係始終有佢嘅作用嘅，因為其實咧有好多人咧。因為香港人都是要生活的嘛，生活要繼續的忙碌的，咁而當他們響即係新即係以為已經冇曬嘢㗎啦，咁行過哦，原來仲有嘅喎，就會挑起翻佢哋嘅回憶咯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冇用啦，我哋呢啲都是企喺度齋企嘅啫，因為有啲勇武嘅人士咁講啦。咁我想話咧，其實我哋真係唔知道事情會怎樣去發展，等於九二八其實都沒有人知道那個事情是怎樣去發展的，但是如果我們這麼快放棄，就即是有些人灰心的話，你這麼快放棄就什麼都沒有了。我們拍了佔中村，拍了救烏，拍了雨傘大學，拍了很多很多好像代表到佔領之後的活動，這樣是不是就叫做後佔領時期後雨傘運動？佔領清場之後，整個香港都踏入了後佔領年代。那其實你和我，每個文言的同學，每個嶺南人，每個黃絲，每個藍絲，每個香港人都是後佔領的一部分。那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？